来，我们看一下这题哈。他说细打是对角，而且三倍赛细打加口赛等于三，求 tangent。哎，这里怎么算？我一再强调，赛和口赛有什么关系？有平方关系。什么叫平方关系？要平方才有关系嘛。而这题你看一下，这个式子当中有几个？有几位师数？有两个，有赛又有口赛。老师想请问一下，这时候可不可以转换？这时候想办法要去申诉什么平方关系才可以转换嘛？好，那问题没有平方怎么办？干脆我就把它抓起来平方行不行？但是老师问你直接平方好不好？你直接把两边平方时，你看一下，这时候好像 a 加 b 的平方，你除了 a 平方和 b 平方之外，中间会产生一个 2ab， 中间会造成 sin 和 cos 相乘。所以说这题老师会建议大家，好不好 ？OK， 麻烦你把这 sin 或是 cos 其中一个移过去再平方，这样行不行？怎么说？你观察一下，原本三倍 sin 西塔加上 cos 西塔等于三，我直接平方，直接把这边平方，除了 a 平方、b 平方之外，还会产生一个 2ab， 对吧？六倍 sin 乘 cos。这时候赛程口赛不晓得该怎么化解，对吧？所以说老师建议你，我今天很单纯，我只要制造出赛和口赛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把其中一个移过来，好不好？可不可以移哪一个？基本上随便你都可以，只是像只是好算不好算而已，行不行？像这一题都可以随便你移。好，你移一个口赛行不行？移过来之后，麻烦你要去制造出关系来。那怎么去制造？麻烦你一件事情，把两边抓起来，怎样平方？这样行不行？你把两边抓起来，同时几次？两次，行不行？把两边平方下去，这边平方是几？九倍的 sin 平方 ，a 减 b 平方 ，a 平方减掉 2ab 加 sin。cos 平方是出来了，好，写到这边，你要把 sin 转换成 cos 是 cos 转换成 sin， 老师建议你把 sin 转换成 cos， 为什么？这个 sin 平方可以直接转换成一减 cos 平方嘛？好，你转换 cos 不错，这 cos 平方可以转换成一减 sin 平方，但是这 cos 好不好转换？不好转换，所以卡在这个 cos 不好转换，所以说老师建议你。你就直接把 sin 平方去转换成一减掉 cos 平方，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哈，等于几？等于九减掉六倍 cos 西塔加上 cos 平方，行不行？九乘以九减掉九倍 cos 平方，等于九减掉六倍 cos。加上 cos 平方，这样行不行？来，九和九可不消掉，可以。减九倍一块加九倍变几？十倍的 cos 平方，减掉六倍 cos 西塔等于几？零。写到这边行不行？好，麻烦你提出公因数，提出几？两倍 cos 西塔，会等于五倍 cos 西塔减三等于零。这两个相乘是零，可见 cos 西塔等于几？零，或者是其五分之三，这样行不行？那因为题目强调西塔为什么角？锐角，所以零可以吗？不行，所以零会怎样？不合。所以说可见 cos 西塔就是其五分之三。那问你啊，题目是要求 tangent， 所以说你就麻烦你去转换一下下。西塔在这边 ，sin cos 西塔自己五分之三，这样行不行？来，三多少五？四，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tangent 西塔怎么写 ？tangent 西塔可以写成三分之几？四，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好，麻烦把这边看一下。